四大辅臣齐聚宫门，是否让各地郡守进京奔丧？只要他们进了京城，是用是处，谁说了算呢？到了天子门前了，还不听圣上明断，这才是大不敬。只有这个司马懿，为国这些年的每一件事，似乎都在被他控制着。这匹马，才是我大汉真正的劲敌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《新三国志》手机版《军师联盟2》，《虎啸龙吟》。